教官刚宗斜线示意。教官刚宗，教官刚宗示意。教官刚宗，元明一代时教全石纲要图，常服难看。今天四教各十圣官，改作书册题名。北天木偶一沙门秩序重塑，佛祖之要，教官而已矣。官非教不正，教非官不传。有教无官则罔，有官无教则殆。然统论十教，大纲有八：一教设官，数义略同。八教者，一顿，二见，三秘密，四部定，名为化仪四教，如是药方。五三藏，六通，七别，八缘，名为化法四教，如是药味，当知顿等所用，总不出藏等四味。藏以息空未观，通以体空未观，别以次第未观，缘以一心未观。四观各用十法成尘，能运行人至涅槃地。藏通二种教观，运至真谛涅槃。别缘二种教观，运至中地大般涅槃。藏通别三，皆名为权，为缘教观，乃名真实。九缘观中，复有三类：一顿，二见，三不定也。为时失权，则权含于时；开权显时，则时容于权。良由众生根性不一，致使如来巧说不同。且曰一代，略判五十，一华言十，正说原教，兼说别教。曰化仪明顿，二阿含十，但说三藏教。曰化仪明见出，三方等时，对三藏教半自生灭门，说通别缘教满自不生不灭门。曰化仪明见中，四般若实，待通别二权理，正说缘教实理。曰化仪明见后，五法华涅槃时，法华开三藏通别之权，为显缘教之时，声明如来摄教之始终，具发如来本际之广远。曰化仪明慧见，归顿亦名非顿非见。涅槃众位未入时者，广谈常住，又为末世根顿，众福三权。是以追说四教，追敏四教，曰化仪一名非顿非见，而秘密不定二种化仪，便于前之四时，为法华事显露，故非秘密，是决定，故非不定。然此五时，有别有通，故须以别定。通设通入别，方使教官贤息不滥。今先是五十八教徒，次生通别五十论。
58教全十总图，通别50论，最宜先知。法华玄义云：夫五味半满，论别，别有其限；论通，通于初后。张安尊者云：人言第二十。十二年中说三圣别教，若尔过十二年，有一文四第十二因缘六度，岂可不说？若说，则三圣不止在十二年中；若不说，则一断在后一文者，佛岂可不化也？定无。此理经言，未生闻说四谛乃至说六度，不止十二年，盖一代中随遗闻者即说耳。如四阿含五不律，是未生闻说，乃弃于圣也。即是其事，何得言小乘七十二年中也？人言第三十，三十年中说空宗般若为摩斯矣。依何经文知三十年也？大智度论云：须菩提于法华中，闻说举手低头皆得作佛，是以经问退意。若尔大品与法华前后合定也？论曰：智者张安，明文若此，今人绝不欲目，上自讹传阿含十二方等八支妄说，危害甚大，故先生通论，次生别论。先明通五十者，自有一类大机，即于此土建华藏界舍。那生土常住不灭，则华严通后继也。指今华严入法界品，一段不在三七日中，复有一类小机，始从路远，终至鹤林，唯闻阿含毗尼对法，则三藏通于前后明矣。张安如此破斥，痴人和尚执迷，复有一类小机，疑闻但赤包炭而生迟目，佛即为说方等法门，其的居在十二年后，近八年中，且如方等陀罗尼经说在法华经后，则方等一通前后明矣。复有三圣须利色心等事出世法，一一会归摩诃眼道，佛即为说般若，故云从初得道乃至弥环，于其中间常说般若，则般若一通前后明矣。复有根熟众生，佛即为其开权显实，开寂显本，绝无留待四十年后之理。但佛以神力令根未熟者不闻，故智者大师云：法华曰显路边，不见在前，秘密辩论，理无障碍。且如今云，我习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如是法者，
岂非妙法？又犯往今云，吾今来此，世界八千百，作金刚华光王座等，岂非一世开寂显本耶？复有众生应见涅盘而得度者，佛即是入涅盘，故曰八相之中各具八相，不可思议。且大般涅盘经追续，阿舍世王忏悔等缘，并非一日一夜中事也。赐名别五十者，乃曰一类罪顿生闻，具经五番陶铸方得入时，所谓出于华严，不见不闻，全身如乳。华严前八会中，永无声闻，故云不见不闻。至第九会入法界品，在止缘中，方有声闻。尔时已证圣果，上于菩萨境界如雅如龙。厌之耳前纵贤华言，意绝无意。然舍利弗等游闻藏教，方证圣果，方欲入法界会，则知入法界品，断不说，在阿含前已，仍忽略不思察。望为华严局在三七日内耶？赐于阿含，闻因缘生灭法，转凡成圣，如转汝成酪，酪即手汝将也。赐文方等，但偏赤小，叹大包圆，遂乃赤小目大，自卑败种。虽复具文似交，然但逆得通意，如转烙成生疏，似文般若，会一切法皆摩诃眼，转教菩萨，领知一切佛法宝藏。虽待通别证明圆教，然但逆得别意，如转身酥成熟酥，似闻法华，开权显实，方得圆教实义。如转熟酥而成醍醐，然至此别五十法，亦不拘定年月日时，但随所应闻，即便得闻如来说法，神力自在，一音一解，岂容思议？又有根烧力者，不必聚力五味，或但今四番、三番、二番陶铸，便得入时。若于阿含方等般若随一物入者，即是秘密不定二种化已所摄。复有众生为堪闻法华者，或自甘退席，或移至他方，此则更呆业盘聚时，或呆业后于佛，是非一改手挽法华玄义文句，群疑自是化疑似教说，顿有二意，一顿教故，未出成道，为大根人之所顿说，为局华言，凡一代中，直说，界外大法，不与三圣共者，如犯往圆觉等经，
并宜收入此部。是谓以别定通，设通入别也。二顿教相，未出发心时，变成正觉，即性修不二，生佛体同等意，则方等般。若诸经，悉皆有之，见义二义，一见教故，为为局阿含未见出凡一代中所说生灭四谛十二缘身是六度等三圣全法，并宜收入此部，方等未见中凡一代中所说但偏赤小叹大包圆等经，及于四时所不摄者，并宜摄入此部。如增上缘明亦宽故，般若未见后凡一代中所说若共不共诸般若教，并宜摄入此部。二见教相，为历劫修行断惑正位次第，则华严亦复有之。法华会见微顿，不同华严初说，故非顿，不同阿含方等般。若隔力未容，故非见。然人双照顿见两相，秘密亦有二意。一秘密教，位于前四时中，或为彼人说顿，为此人说见等，彼此互不相知，各自得意。法华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故非秘密。二秘密咒，为一切陀罗泥章句及五十教中皆悉有之。不定亦有二义，亦不定教，位于前四十中，或为彼人说顿，为此人说见，彼此互知，个别得意。即是疑文顿者文顿，疑文见者文见也。法华决定说大乘，故非不定教相，二不定义，为前四时中或文顿教的见义，或文见教的顿义，即是以顿助见，以见助顿也。随闻法华一句一记，皆得受记作佛，故非不定义也。顿教故，只用缘别二种化法；见教故，具用四种化法，显露不定。即便四时，亦还用四种化法，秘密不定。亦便四时，亦还用四种化法，顿教相，局为。在缘通则前之三教亦自各有顿意，如善来的阿罗汉等见教相，局在藏通别三通，则原教亦有见意，如观行相似分正就近等秘密教，互不相知，故无可传。密咒曰四悉檀，故有可传。不定教，不定义，并入前四时中，故无别不可止。
曰化，一教，复立三观，未顿观，见观，不定观，盖必密教，既不可传，故不可曰之立观。设欲立观，亦指是顿见不定三法皆立密耳。今此三观，名与教同，至乃大义。何以言之？顿教指华严经，义则兼别。顿观为曰圆人，初心遍观诸法实相，如摩诃止观所名是也。见教指阿含方等般若，一间四交，复未开显。见观亦为曰圆人，解虽已圆，行须次第，如是禅波罗蜜法门所名是也。不定教至前四时，一间四交，仍未会合。不定观亦为曰圆人，解以先圆，随于何行，或超或次，皆得误入，如六妙门所名是也。此本在高丽国神州师传。问：但说圆顿止观即足，何亦复说见即不定？答：根性个别，若但说顿，收机不尽。问：既称见即不定，何故为曰圆人？答：圆人受法，无法不圆，犹未开圆解，不应折论修正，纵令修正，未免日节相悖。化法四交说，法上无一，云何有四？乃如来利他妙智，因众生病而设药也。见思病重，未说三藏教；见思病轻，未说通教；无名病重，未说别教；无名病轻，未说圆教。临三藏教，四阿含为金藏，毗尼为律藏，阿毗昙为论藏。此教全身灭四谛，苦则生，亦灭三相迁移，急则贪甜痴等分四心流动，道则对治亦夺，灭则灭有还无，一全思一生灭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无名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一全是六度行，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全十有二谛。
因入戒等时法未俗，时有灭乃未真。开示戒内顿根众生，令修息空观。关于的水火风空十六界，无我、我所、初分段生死、正偏真涅槃、正化二圣、谤化菩萨，亦得曰当教自论六极。理极者，偏真也。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未乐，因灭未真，灭非真谛，灭上非真，况苦即道。真谛在因果事相之外，故以演教判曰偏真。名字即者，学名字也。知一切法从因缘生，不从十方梵天即为四大等生，亦非无因，缘自然而生。知因缘所生法，皆悉无常无我。观行即者，一无停心，二别相念，三纵相念，外凡资粮味也。五停心者，亦多贪众生，不净观；二多填众生慈悲观；三多散众生数习观；四愚痴众生因缘观；五多障众生念佛观。以此五法为方便，调停其心，令堪修念处，故名停心也。别相念者，一观身不净，二观受是苦，三观心无常，四观法无我。对治依于五蕴所起四道也。总相念者，观身不净，受心法亦皆不净，观受是苦，心法身亦皆苦，观心无常，法身受亦皆无常，观法无我，身受心亦皆无我也。相似即者，内凡家行为也。一宣，二顶，三任，四世第一的色界有漏善根，能入见道分正极者，前三果有学位也。初须陀环果，此云欲留，用八忍八智，顿断三界见惑。初欲甚流，明见到位，二思陀含果，此云一来，断欲界六品思惑，于三品在，由论一生三阿那含果，此云不还，断欲界思惑尽，尽断上八的思。不复还来欲界，此二名修道位。究竟极者，三圣无学位也。一小乘第四阿罗汉果，此含三义：一杀贼，二应功，三无身，断三界见思俱净，子父已断，果父尚存，名有余涅槃。若灰身敏智，名无余涅槃。二中成辟之佛果，此人根性稍利，逆顺观察十二因缘，
断见思惑，与罗汉同，更清习气，故居声闻上三大乘佛果。此人根性大力，从初发心，远四地境，发四弘誓，即名菩萨，修行六度，出阿僧祇劫，世行虽强，理观尚弱，准妄生闻，在外凡位。第二阿僧祇劫，地解见明，在宣位。第三阿僧祇劫，地解转明，在定位。六度既满，更住百劫修香好因，在下忍位，四入不处，身都欲天，乃至入胎、出胎、出家、降魔，安坐不动时，世中忍位，四一刹那入上忍，四一刹那入世第一，发真无漏三十四心，顿断见死正习无余，坐木菩提树下，以生草位坐，陈列应身，如是家丈六米，乐十六丈等，受梵王请，三转法轮，度三根性缘尽入灭，与阿罗汉辟支佛，九境同证，偏真法性，无复生智一证可得。此教具三乘法，声闻观四谛，以苦谛未出门，最利者三生，最顿者六十劫的正四果，辟支观十二因缘，以及地位出门，最利者四生，最顿者百劫，不利分果。初有佛事，名圆觉；初无佛事，名独觉。菩萨弘誓六度，以到地位出门，福祸利身，必经三大阿僧祇劫，顿悟成佛。然此三人修行正果虽则不同，而同断见思，同出三界，同证偏真，只行三百由旬，入化成耳，十法成尘者，一观正因缘尽，破邪因缘无因缘二种，颠倒二真正发心，不要名利，唯求涅槃。二圣智出苦轮，菩萨兼领一切。三尊修止观，为五庭明止。四念明观，四篇破见爱烦恼。五十道灭还灭，六度四通苦集流，转六必是塞，六调是三十七品，入三托门，七若根顿不入，应修对治是禅等，八正住何行，或有薄义，虚实次位，凡胜不滥，九安忍内外诸障，十不于四道而生法爱，是为要义，利人节节的入，顿者具十法方悟。
灵通教顿根通前藏教，立根通后别圆，故名为通。又从当教的名，为三人统以无言说，道体法入空，故名为通。此无别部，但方等般若中有名三圣共行者，即属此教全无生。四谛苦无逼迫相，即无和合相，道不二相，灭无生相，一全思亦不生灭十二因缘，痴如虚空，乃至老死如虚空，无名如幻化不可得故，乃至老死如幻化不可得义。全理六度行，一一三轮体空，一全幻有空二地，幻有未俗，幻有即空未真，一全两种含中二地，一者幻有未俗，幻有即空不空共未真，是通含别二地，故受别皆。二者幻有未俗，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去空不空未真，是通含圆二谛，故受圆皆。一全别入通三谛，有漏是俗，无漏是真，非有漏非无漏是中。一全圆入通三谛。二谛痛前点非漏非无漏具一切法，与前中义，开世界内立根众生，令修体空观，因界入皆如幻化，当体不可得，初分断生死，正真谛涅槃，正化菩萨，谤化二圣，亦于当教自论六极，理极者无生也，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此四句推简通别圆三教，皆用作下手功夫，但先解不但中者，即成圆教出门。先闻但中理者，即成别教出门；未闻中道体者，只成通教法门。解苦无苦而有真谛，苦上即真，况即灭道。名字即者，幻化也。知一切法，当体全空。非灭故空，生死涅槃，同于梦境。观行即者，一干会的也，未有理睡，故得此名。即三圣外凡位，与藏教五庭别相总相，念其相似即者，二性的也。相似得法性理睡，福见思惑，即三圣内凡位，与藏教四家行其藏通指真谛位法性，与别圆不同。分正极者，从八人地至菩萨地，有七位也。三八人地者，入无间三昧，八忍具足，至少一分。四见地者，八智具足，顿断三界见惑，发真无漏，见真谛理，即三圣见道，
谓与藏须陀环齐，五薄地者，三圣断欲界六品思惑，烦恼见薄，与藏斯陀含齐。六离欲地者，三圣断欲界思惑尽，与藏阿那含齐。七已半地者，三圣断三界正始尽，如烧木成炭，与藏阿罗汉齐。声闻成人指此。八支佛地者，中成根利，兼清习气，如烧木成炭，与藏辟支佛齐。九菩萨地者，大成根性，最胜最利，断尽正始，与二圣同，不住涅盘伏习润身，道贯双流，游戏神通，成熟众生，进佛国土，此与藏教菩萨不同。藏教为化二圣，假说菩萨福祸不断，正被此教所破，岂有毒气堪住醍醐。究竟极者，第十佛的也。机缘若熟，以一念相应会，断于残席，坐七宝菩提树下，以天衣未作，现代列圣应身，分段生生互列，如须弥山故圣，为三圣根性，转无生。四地法轮，远近入灭，正其具除，如解火所烧，炭灰俱尽，与藏教佛果齐。此教亦具三圣根性，同以灭地未出门，染顿根二圣，但见于空，不见不空，人与三藏同归归断，故名通前。立根三圣，不但见空，兼见不空，不空即是中道，则被别原来皆，故名通后。中道又分为二，一者淡中，唯有理性，不具诸法，见淡中者，皆入别教；二者圆中，此理圆妙，具一切法，见圆中者，皆入圆教。就此被皆，又曰三位，一者上根，八人见地被皆，二者中根，薄的离欲的被皆，三者下根，以半地之佛的被皆。就此三位被皆，又各有暗位圣境二义，若暗位皆，或同别实相，或同原实性。若圣境皆，或登别出地，或登原出住，即被皆矣。实是别原二教菩萨，于当教中仍存。第九菩萨地名，至机缘熟，是现成佛，乃是别地缘住，来世世间最高大身，非有通教教道的成佛也。通教尚无时成佛意，况藏教哉？
藏教佛果，亦皆别地原住所现列印。身耳十法尘尘者，一名观境，六道因入，能观所观，皆如幻化。二名发心，二圣缘，真自行，菩萨体幻兼人，与乐拔苦，譬于镜像。三安心如空之止观，四以幻化会破，幻化见思，五虽之苦及流转六臂等皆如幻化，亦以幻化到灭还灭六度等通知。六亦不可得心修三十七道品，七体三藏法无常苦空如幻而至，八十干秽等如幻次位而不六慢，九安忍干秽位内外诸障而入性地，十不着性的相似法爱而入八人见地正真立顿分别，如前说临别教为教理智断行为因果，别前藏通二教，别后圆教，故名别也。教则独备菩萨，理则隔立三谛，智则三智次第，断则三过前后，行则五行差别，位则位不相收，因则一因迥出，不及二边，果则一果不容，诸位差别，此教全无量。四谛苦有无量相，十法界不同故，即有无量相。五住烦恼不同故，道有无量相。恒煞佛法不同故，灭有无量相。诸波罗蜜不同故，一拳不思一生灭十二因缘之莫无明，未分断生因，根本无明，未变一生因。一拳不思议六度十度于第六班若中复开方便愿力智四种全智共成十度，一一度中摄一切法，生一切法，成一切法，号若恒煞。一拳浅中二谛，幻有幻有即空，皆名为俗，不有不空，未真。一拳圆入别二谛，幻有幻有即空，皆名为俗，不有不空，一切法去不有，不空未真。一拳别三谛，开俗为两谛，对真为中，中理而已。一拳圆入别三谛，二谛痛前，点真中道具足佛法，开世界外顿根菩萨，令修次第三观，先空次假后中，初分断变异二种生死，正中道无住涅槃，亦于当教自论六极，理极者但中也，真如法性，随缘不变，在生死而不染，正涅槃而非净，迥超二边，
不及诸法，故依原教。判曰但中，名自己者，解义也。养性真如法性，凡不能减，甚不能增。但由课程复辟而不正得，须先及元修，助发真修，方可课正。观行己者，外犯实性位也。一性心，二念心，三精进心，四慧心，五定心，六不退心，七回向心，八护法心，九戒心，十愿心。既先养性中道，且用生灭因缘观，服三界，见思烦恼，故名服忍与通干慧性的其相似极者，内犯三十心三贤位也。出十住者，一发心住，断三界见惑，与通见地齐。二智的住，三修行住，四生慧住，五方便具足住，六正心住，七不退住，断三界思惑，尽与通已犯的齐。八同真住，九法王子住，十灌顶住，断界内尘沙，与通佛的齐。此时著名其种性，言习空观，用从假入空观，见真谛，开慧眼成一切智，行三百，由循正位不退。四时行者，一欢喜行，二饶意行，三无甜恨行，四无尽行，五离痴乱行，六善现行，七无者行，八尊重行，九善法行，十真实行。此时行明性种性，分别假性，用从空入假观，便学四教四门，断界外尘沙，见俗谛，开法眼，成道种智。四时回向者，依旧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二不坏回向，三等一切佛回向，四智一切处回向，五无尽功德藏回向，六随顺平等善根回向，七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八真如相回向，九无复解脱回向，十法界无量回向。此时向明道种性，中道能通，习中观，服无明，行四百由循，居方便有余土，正行不退。分正及佛者，识得圣种性，正入圣地及等觉性，去佛一等也。出欢喜地，明见到位，以中道观，见第一义地，开佛眼，成一切种智，行五百由循，出入十报无障碍，土出道宝所，正念不退的无功用道，虽可化机缘，
能百戒作佛，八相成道，利益众生。二离垢地，三发光地，四宴会地，五南胜地，六现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善会地，十法云地，各断一品无名，正一分中道，更破一品无名，入等觉位，一名金刚心，一名一身不处，一名有上士，究竟即佛者，妙觉性也。妙极觉满，从金刚后心，更破一品无名，入妙觉位。坐莲，华藏世界七宝菩提树下大宝华王座，现圆满报身，亮瞳尘沙，相好沙尘，未顿根菩萨，转无量四地法轮，此教名为独菩萨法，以界外道地位出门，藏通道地，即界外极，藏通灭地，即界外苦，故以界外道地治之，无复二圣，而门皆通，通教三圣即被接后，皆名菩萨，不复名二圣也。十法成尘者，亦源于灯的中道之境而未所观，迥出空有之表。二真正发心，普为法界。三安心止观定爱慧策。四次地遍破三惑。五十次第三观未通，见思尘沙无名未赛，传传简笑是赛令通。六调是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宝具陀罗尼，入三解陀门，正中无漏。七用前藏通法门助开实相，八善知性助行相的等妙七位差别，中部为我刀即上圣，九离为顺强软二贼，测实性未入于实住，十离相似法爱，测三十心令入实地。灵元教位圆妙，三地圆融，不可思议。圆融三一相即，无有缺减，圆足圆见是理一念具足，圆顿体非见成，故名圆教。所谓圆福，圆福五住，圆性圆常正性，圆断一断一切断，圆行一行一切行，圆位一位一切位，圆自在庄严，一心三地位所庄严，一心三观位能庄严，圆建立众生四悉普益，此教全无作四地，因人皆如无苦可舍，无名尘劳即是菩提，无极可断，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生死即涅槃，无灭可证，一拳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无名爱取，烦恼即菩提，菩提通达，无复烦恼，即究竟境，乐因佛性也。
行用，业即解脱，解脱自在，愿因佛信也。十名色六入处受生老死，苦即法身，法身无苦无乐是大乐，不生不死是常正，因佛性也。故代经云，十二因缘名为佛性，亦全称性六度十度，师为法界，一切法去失，是去不过等，一全不思议二力，幻有，幻有即空皆未俗，一切法去有去空，去不有不空未真，真即是俗，俗即是真，如如一珠，珠以辟真，用以辟俗，即珠是用，即用是珠，不二而二，分真俗耳。一拳圆妙三谛，非为中道具足佛法，真俗亦然。三谛圆融，一三三一，如指观说，开世界外立根菩萨，令修一心三观，照性成，修称性圆妙，不纵不横，不前不后，亦不依时，远超二种生死，圆正三德涅槃。正曰此教，方论六极。前三虽曰当教，各论六极，贤未就近，以藏通极果，仅同此教相。四即佛，别教妙绝，仅同此教。分正即佛，又就彼当教，但有六义，未有极义。以为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故也，是故夺而言之，藏通即果，别时回向，皆名理极，以为解。圆中故，登得同圆，方成分正。理极佛者，不思议理性也，如来之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随念一法，无非法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名子即佛者，闻解也。乐之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理具是造两众三千，同在一念，如一念，一切诸念亦复如是，如心法，一切佛法及众生法亦复如是。观行即佛者，五品外凡位也。一随喜，二读诵，三讲说，四兼行六度，五正行六度，圆伏五住烦恼，与别时性齐，而复大圣。相似即佛者，实性内凡位也，名与别时性同，而亦大义。初性任欲先断见惑，正位不退，与别出住，通见地藏出果齐。二心至七心，任欲断思惑尽，与别七住，通矣。半
藏似果奇，而复大圣，故永嘉云同除四柱，此处未奇。若夫无名，三藏则列也。八星至十星，任运断界内外尘沙，行四百由旬，正行不退，与别时相齐，分正及佛者，十住十行十相十的等觉圣位也。名一统别，而一大义，出住断一分，无名正一分三德，正因理心发，明法身德，乐因慧心发，明般若德，缘因善心发，明解脱德，一心三观，任运现前，具佛五眼，成一心三智，行五百由旬，出道宝所，出居十报净土，亦复分正常寂光净土，正念不退，无功用道，现身百界，八相作佛，与别出的奇，二住至十住，与别时的奇，出行与别等觉奇，二行与别妙觉奇，三行已去所有智断，别教之人不知名字，究竟即佛者，妙觉即果，断四十二品维系无名永尽，究竟登涅盘山顶，以虚空位坐，成清净法身，一一相好，等真法界居上上品常寂光净土，一名上上品十报无障碍净土，性修不二，理事平等，此教名最上佛法，一名无分别法，以戒外灭地位出门，当体即佛，而能皆别皆通，皆别者，上根十柱被皆，中根十行被皆，下根十相被皆，暗位皆，即成实性，甚境皆，即登出柱，皆通已如通教中说。故曰，别教皆贤不皆圣，通教皆圣不皆贤，以别若登地，乃名为圣，正道同源，不复论皆通八人上便名为圣，方可受皆，若干会性第二贤，仅可称转入别原位得名皆，若藏教未入圣位，容有转入通别原亦已入圣后，宝果不前，永无坚毅，直似法华，方得会入圆耳。十法成尘者，一观不思意境，其车高广；二真正发菩提心，又于其上张设显盖；三善巧安心止观，车内安置丹尘；四以圆三观破三惑变，其疾如风；五善时通塞，车外枕亦坐枕；六调是无作道品；七颗三十七分，有大白牛肥壮多力等；七以藏通别等事相法门助开原理，又多仆
从而是谓之。八之四位，令不生增上慢。九能安忍，测尽五品而入十性。十离法爱，测于十性，令入十住乃至等妙甚是宝成，游于四方，直至道场，上根观境，即于境中具足十法，中根从二辗转至六，随一一中得具十法，下根须具用十也。又复应之说前三教，为防偏曲，文义所归正归于此。复转皆同会借说，转灵藏七贤的转入通别园林，通干会性的转入别园林，别实性的转入园林，此三皆不明皆，意境在初心，脚跟未牢，故但明转。皆灵通八人见地薄的离欲已半之佛的，皆入别园林别住行相的，皆入园林根有立顿，故皆有持素如以好桃李，皆比平常桃李，故名为皆同灵别时的正道同源，不复名皆，但存教道之粗，以呆法华开会成妙临别出住。通鉴地藏出果等意的约所断或明通，会临开藏七贤，通干会性地别实性，即缘五品临开藏出果，通鉴地别出住，即缘初性临开藏四果，通一半别七住，即缘七性临开别实相，即缘十性临开别实地，即缘十住功在法华，戒灵欲皆通入别，先戒别明通。如于欢喜的断见惑，远行的断思惑等灵欲含别于通，必戒通明别。如于须陀环若智若断，是菩萨无生法忍等灵欲皆别入缘，先戒缘明别。如于初住能现八相，犹有为苦等灵欲含缘于别，先戒别名缘。如于三贤十圣住果报等，问曰：但依缘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不痛快直捷？何用此隔腾位？答曰：六祖大师不云乎？法法皆通，法法皆备，而无一法可得，名罪上乘。倘有一法未通，即被此法所缚；倘有一法未备，即被此法所牵。既被缚被牵，故于不可得之妙法，勿认未隔腾耳。灵寂云：实取刚宗，本无实法，汝乃欲舍隔腾而别求实法耶？永明大师云：的鸟者往之一目，不可以一目而废众目；收功者其之一者，不可以一者而废众者。法
欲昭然，胡服斯也？问曰：藏通统全真谛，何故藏以四果未究竟，通必佛的未究竟耶？答曰：藏教正为二圣，通教正为菩萨故也。问曰：一般断见思惑，何故藏通名圣，别圆明贤？答曰：藏通全真，故见真极的名圣，别圆全中，故见中方的名圣，见真景，可名贤也。问曰：藏四家行，通性地，既称相似，何故仅其别圆观行？答曰：藏通圣位，既成别圆内凡，则藏通内凡，仅成别圆外凡，复何疑哉？教观刚宗中，教观刚宗释义，北天木偶一沙门智叙述。教者，圣人被下之言也；观者，秉教修行之法也。教纲万书，大纲为八，而化仪无体，全览化法未体，则藏通别圆四教，乃教之纲也。一教摄观，一复万书，而悉空体空，次第一心四观，收无不尽，则悉体等四，乃观之纲也。教观虽各有四，而前三是全，后一是实，未实失全，开全显实，乃佛法之宗要也。临济云：实取纲宗，本无实法。夫四教四观，总为对治众生见思无明众轻诸病而设，药不执方，何宜而用？所以失此四教，须有顿见秘密不定四种之书，岂容执着？又未实施权，则不可执实而废权。开权显实，则不可执权定一时，故云无实法也。观非教不正四句。问：教观指曰自行化他，本无二理，何得云有教无观，有观无教耶？答：得一之人，举一教字，教为法界，便具观法，不必更别言观。举一观字，观为法界，便具教法，不必更别言教。只因众生但认语言未交，不能与观相应；但认功夫未观，不能与教相应。故设作功夫，不以教应，则盲修瞎练，未免情邪险境，明知为怠，有所云思而不学也。设学文字，不解观心，则说实数法，就竟盲无受用，明知为妄，有所云学而不思也。一教设观数亦略同，化法四教，则有四观。
化疑似交，但有三观，无秘密观，故云略同。又顿见不定三教，统该化法四交，而顿见不定三观，为曰圆观，故云略同，名其不净痛也。半字满字，欲出大涅盘经，例如此方小学大学也。三藏正化二圣，谤化菩萨，多多和和，见又出学，故如半字，通教正化菩萨，谤化二圣，名为大乘出门，别教读菩萨法，远教纯明佛法，故如满字，此略判也。细而论之，藏通全真，名为半字，别圆全中，名为满字。又藏教不能通至别圆，故但是半字，通教能通别圆，是半而含满，别教须用藏通方，便是满而代半，为圆教始终皆以佛之佛见而未修行，是满字法门也。生灭门不生不灭门，三藏全生灭四谛，由之正道，故名为生灭门。通教全无生四谛，由之正道，故名为不生不灭门。意义往略判也。细而论之，三藏世界内生灭门，通教世界内不生灭门，别教世界外生灭门，圆教世界外不生灭门。又通教曰界内论，不生灭，曰界外观，人数生灭，以其但能体分断空，不能体变一空故。别教曰界外论，虽云生灭，曰界内观，亦不生灭，以其虽不体变一空，亦能体分断空，故灵言界内界外者，三界之内，见思为因，所感分断生死为果，藏通二教，正治此病，名界内教。三界之外，方便十报二土，无名为因，所感变异生死为果，别圆二教，正治此病，名界外教。对半名满，诸方等经，但偏赤小，叹大包圆，故云对半名满。然细论之，或以通别圆对破三藏，如为魔经五百弟子品是也；或以别圆对破藏通，如佛与弥勒论说俗谛，诸大弟子未说真谛，真俗俱不解是也；或为以圆对破藏通别教，如大佛顶首楞严经，呵斥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别成三圣魔外者是也。涅盘追说四教，追敏四教，众位未入识者，广谈常住，
是追说原教也。又为末世顿根重福三权，是追说藏通别教也。虽复四教并谈，而与方等四教不同。方等中之四教，藏通出后并不知常，别教出不知后方知，初心虽知中道，是但中理，不具诸法，不同涅槃佛性，为原教出后具知。今涅槃中之四教，同之常住，故不同也。即前三教亦皆之常，不同方等中隔一之。三，是追敏藏通别也。即服三权以住一时，不同方等中对三之一，是追敏原教也。般若代通别证明原教，会通一切事出世法，皆摩诃眼，互聚互融，是原教也。或说法性离一切相，非生死，非涅槃，非有位，非无位等，则是代别教义。或说一切法如幻如梦，或说诸法实相三成同证，则是代通教义。盖般若明空，有共不共，共即诸法本空，三圣同证，出三界，因果幻复，是通教义。不共即第一义空，菩萨独入，断三途二死因果，是别原意。若云依第一义空的成诸法，由是别意。若云即第一义空，顿具诸法，诸法无非第一义空，乃是原意也。细玩大部般若，显发原意未多，未顿根人，略带通别方便耳。后人判般若未空宗者，但得共义，尚未知别教义，何况知有原教义耶？秘密不定，具足应云秘密不定，显露不定，盖一因说法，随类一文一解，就相之边，则明显露不定，就不相之边，则明秘密不定也。秘密故无可传，可传便属显露不定。又或一作说法，两人所闻所解不同，若互相知，则皆明显露不定；若互不知，则皆明秘密不定。若此知彼，彼不知此，或彼知此，此不知彼，则曰不知边，便明秘密；若曰知边，便明不定也。法尚无异，云何有四？诸法即灭相，不可以言宣。又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即灭则何异何四？此所谓实，取刚宗，本无实法也。因并摄要，大纲为四，开权显实，究竟归一，一为实，三为权，
犬食相对，皆是不得已而有言。若论本体，不但不可名四，亦复不可名一。故云非犬非食也。然所谓非犬非食者，非未出犬食外，别有一法名谓非犬非食，但以犬及食加之犬，故即非犬；食及犬加之食，故即非食。由于波及水加之波，故即非波。水及波加之水，故即非水。就近同一失性耳，失性岂在波水外哉？四阿含毗尼阿毗昙，阿含亦云阿吉多，亦云阿吉摩。此番教，又番法规，又番传所说义，又番无比法，通则大小二教，皆名阿含。别则增一阿含，约数名法，常阿含，名世界生起等事。中阿含，名诸生意，杂阿含，名诸禅法，乃摩诃迦叶请阿难陀劫集，故云四阿含也。毗尼亦云毗奈耶，亦云毗奈耶。此番善智，一番调伏，一番灭，一番律，通则佛所说教，皆名正法毗尼。别则因是所至五篇戒相，摩诃迦叶请优波离劫集，成毗尼藏。初为一部，后因正部分为大众上座两部，乃至分为十八部等，久后流传，只留五部也。阿毗昙亦云阿毗达摩，此番无比法，又番对法，通则佛所说法，亦皆名阿毗昙。别则摩诃迦叶自结佛所说论，即阿罗汉所造诸论，名为阿毗昙也。问：半分皆有三藏，何故独名半字法门以为三藏教耶？答：凡有二义，义者半字三藏不至个别，满字经律二藏混同，二者具法华语，贪者小乘三藏学者，又至度论，处处以摩诃掩饰三藏法，故呼半字法为三藏教也。问：何故不名为小乘教耶？答：此教具有三圣权法，是故不可偏名小乘。生灭四谛，三界二十五有果报色心，并是三相有味之法，故名生灭苦谛。贪分烦恼二万一千，甜分吃分等分一个二万一千，总此四分，共有八万四千烦恼。此烦恼心，皆悉流动扰浊，内心由此方起善恶不动三有漏业，能感三界生死苦果，故名生灭极地，以戒定慧。
对治欲夺贪甜痴等，名为出世之道。譬如名生暗灭，故名生灭道地，灭彼三界因果之有，方得还于真谛之无，故名生灭灭地也。问：有谓四相，所谓生住意灭，今胡但于生意灭，复有处但于生住灭耶？答：略则但言生灭，足显有谓；广则虚言生住意灭，以表无实。生表此法先非有，灭表此法后定无，意表此法非明然，住表此法暂有用。今处中说，故云三相自无而有，假说未生自有而无，假说未灭中间暂有，假说未住住不久停，复名为意。故言住即摄意，言意即摄住也。若二若三若四，总显有，未虚妄不实，平等平等。思意生灭十二因缘，发业无明，大约有二。意者一手果余，不知善恶因果却然无谬，故发三途恶业。二者真实一余，不知三界无常无我，贪者人天色无色界果报，故发有漏善业及禅定业。有此二种无明，既发有漏善恶不动三种行矣，便于现前一念心中，引得将来三界受身时种，即此十种，便具名色六入处受等种，故云无明缘行乃至处缘受也。复由迷是无明，于习因所感现境界受不了之，故而起贪爱。所谓于诸乐受，则爱其何于诸苦受，则爱其名等，复由此爱而起于取。所谓于诸乐受，种种追求，令其常合于诸苦受，种种方便，令其速离等。以此爱取二种论生之祸，数数盖贯心中时等五之种子，令其渐渐增长成熟，变身有牙。有牙既生，则此生灭位任运向彼受生，既受生矣，任运千变而至老死，起于种种忧悲苦恼，故云受缘爱乃至生缘老死等也。所以无明即行，未能引二之十名色六入处受，未所引五之爱取即有，未能生三之生即老死，未所生二之十之属因，皆曰现世；二之属果，别曰未来。一生死果，复起无明；一于无明，复起行等，致使三界因果不绝，足显轮回及离断常，不堕无穷之过。
此事出在委实的可依臣，不必更依小臣论解也。问：诗史皆能发业，皆能润身，何故发业偏说无名，润身偏说爱取耶？答：发业则无名力强，举强以该弱；润身则爱取用胜，举胜以设列。是此十二元身，更有多门分别，具如实论，须往寻之。时有二弟，此教但名人空，不明法空，故云五阴十二入十八界皆是十法，依此十法合合，假名为人。人虽定无法，则实有名为俗谛，直呆修人空观断尽见思，方灭三界因入界等俗法，复归真空，名为真谛也。诸行无常四句，若论此四句偈，亦能横竖该摄一代十教。出横摄者，藏教以三界依正色心因果名为诸行，一一皆是无常生灭之法，必须灭此因果，方正真谛寂灭之乐。通教亦以三界依正色心因果名为诸行，皆是无常生灭之法，体此生灭，即是灭以辨证真谛寂灭之乐。然此二教虽证寂灭，实无能受乐者，以无复生之故。别教则以分段变异二种因果，通明诸行，皆非真常，皆是生灭门舍，灭此二边，显于中道寂灭之理，而有四智菩提妙心，有大圆净智相应心品所现无漏身土妙色，故得恒受此真乐也。原教亦以实界因果通明诸行，通明无常，通明生灭，而乐达因果即是实相，无常即常，生灭即无生灭，故云生灭灭以寂灭为乐。此则不断痴爱，起于名托，如融冰喂水，所以三千果尘咸称常乐也。四数摄者，诸行无常具，摄得六凡法界，以有未有漏故，是生灭法具。摄得藏通二乘法界，以出世圣人，乃能知其未生灭故。生灭灭以勾摄得别教菩萨法界，以灭二边归中道故。寂灭未越具摄得原教佛法界法，以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故。今但用此四句正篇真理，则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二句，即苦即二谛，生灭灭，以一句曰三学未能灭，即道谛；曰因果未所灭，即灭谛。四谛皆是因果事相，名安。
立地寂灭未乐一句，曰所显理以为真谛，乃是非安立地，故云理居世外，未偏真也。知一切法从因缘生，名字为中，观察正因缘境，具破外道凡夫分别我法二执，言法执者，不出邪因缘即无因缘二种，十方梵天等名邪因缘，自然名无因缘也。言我执者，忘记是常事。一自在能为主也，然知一切法从因缘生，亦有四交叉别。若知性具为因，迷悟为缘，三千性相为所生法，即属缘教。若为一切种实为因，辗转熏习为缘分断变异乃至四至菩提为所生法，即属别教。若以六十相应有漏种子为因，六尘美恶中庸境界为缘，三界一正色心因果所生法，即属藏通二教。但通教则知若因若缘若所生法皆如幻梦，藏教则以为实法耳。故缘解则能辨破外道凡夫我法二执，即藏通别等种种法执别教义，能破于外道凡夫我法二执，即藏通二教法执通教义，能破于外道凡夫我法二执，即三藏教法执。经藏教则为破外道凡夫我法二执也，即从内六十因外六尘缘而生，则三界一正决定不从实生，不从方生，不从大梵天生，不从即为性生，不从地生，不从水生，不从火生，不从风生，不从空生，亦不从神我生，亦不从本寂生，但由内因外缘和合，所以虚妄有生，则亦非自然生。故能辨破邪因缘无因缘二众法执也。若法从因缘生，生必有灭，故无常。生灭相异，故非一，非一则不自在，不能为主，故必无我。正报既非是我，则依报亦必非我所依。宣顶忍是第一，由四念处发四正情，断二恶，修二善，劝观四谛，能发四解，犹如钻火，先得宣香，故名为宣。由修四如意足发生禅定，地观转明，如登山顶，洞览四方，故名为顶。由定慧均平，善法增进，能成性等无根，安住不动，故名为忍。由五根增长成立，能破五障而皆见道，于诸世间有漏位中最为圣妙，故名为是第一。以此有漏闻思修慧位，
增上缘，资助本具无漏种子，令发现行而入见道。八任八智，欲界四地下，各有一忍一智，为苦法忍、苦法智等。色无色界四地下，亦各有一忍一智，为苦类忍、苦类智等。何为八忍八智？忍即无漏禅定，智即无漏观慧也。无见道中，三昧断惑明之为忍，乃即慧之定，解脱道中，观慧正理，明之为智，乃即定之慧。真无漏三十四心，见到八忍八智，明十六心，修道约三界九地，各有一无碍一解脱，明十八心，见修和论，共成三十四心。此之定慧，并从无始本具无漏种子所发现行，由此现行能证真谛我空真如，故云发真无漏三十四心也。三大阿僧只劫所修福智未增上缘，无始法而无漏种子未清因缘，故得顿发顿断顿证，然约所断惑品，故分三十四心。若约能断能证，为是无漏定慧而已。所证之是我空真如，一名则灭无畏，无畏真如，不堕诸数，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故名三十四心。复分见顿种种不同，苦无逼近相似句。三界色心依正诸果，名为苦地，如幻如梦，当体全空，所以无逼近相，所谓生死即灭。盘也，见思烦恼有漏行业，名为极地，不自他生，不共无因，所以无合合相，所谓烦恼，即菩提也。即体达烦恼，即是菩提，故道不二相，非别有法未能治也。即体达生死即是涅槃，故灭无生相，非别有法可证的也。然此但是即空，故与原教集中不同。痴如虚空，乃至老死如虚空，无名如幻化不可得故，乃至老死如幻化不可得，痴即无名也。十二因缘流转排业名相，与前藏教不殊，但以体空智慧乐达，即生非生，灭即非灭耳，痴如虚空等者，地观无名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犹如虚空，但有名字，毫无实体也。行等立之，无名如幻化等者，无名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以当体不可得故，欲如幻化本不可得，不可妄为自他共离身也。行等亦然，幻有空二谛。
三界因果色心依正，并是非有似有，犹如幻视，指此幻有以为俗谛，有即是幻，则当体全空，非灭故空，指此即空以为真谛，此则真俗不二，不同藏教真居世外，两种含中二谛，通含别者，幻有未俗如前说，幻有即空未真，而此空理即是真如，其体不空，故能为迷悟一。是则真谛之中，含有别教中道理体，故名通含别二谛也。通含圆者，幻有未俗亦如前说，幻有即空未真，而此空理即如来藏，亦名为空，亦名不空，名空之实。空即具一切法，一切法皆去此空，言不空实，不空亦即具一切法，一切法皆去不空。是则真谛之中，含有圆教圆空圆中道理，故名通含圆二谛也。别入通三谛，通教指云有漏世俗，无漏世真，经历非漏非无漏具以显中道，则三谛一成，盖由前通含别二谛，故成此别入通三谛也。圆入通三谛，三谛通前，经历非漏非无漏具以显中道，一切法皆去非漏无漏，则此非漏无漏具一切法，圆中一成，盖由前通含圆二谛，故成此圆入通三谛也。诸法不自生四句，四性推减，通乎四交，无生之意，居在后三，藏通二教，指六凡位诸法，别圆二教，指十界位诸法，藏教名六凡诸法，自众有故不从他，呆众缘故非自作，无作用故非共生，有功能故非无因。此四句出极论，则显缘起正理不堕四执也。通教名六凡诸法，如幻如梦，如水中月，如空中花，非有似有，有即非有，不可说从自他共离而生，且如妄情所记三界有未生法，虽复万品差殊，略而言之，心静二字收无不静，先曰心，法以推四性，若自生者，从心生心应有二心，又不对境时，心应常生，而时不生，故非自生。若他生者，从境生心，与我合语，又胜者对境，亦应生心，而胜不生，故非他生。若共生者，为心境各有生性，故共生耶？为心境各无生性，故共生耶？
若心境各有深性，何须呆共方身？又设呆共方身，应有二心并生，为一从心生，一从境生故。而实不然，若心境各无生性，共亦何能有生？如一沙无油，众沙共压一起有油，故非共生。若云无因生者，既不因心，又不因境，心境尚无，云何能生于心？不应虚空突出心识，故非无因。如是四性简则，不得心之深处，则知心本无生也。次曰净法以推四性，若自生者，从净生净，应有二净。又心不愿时，净应常现而时不现，故非自生。若他生者，从心生净，净还属心，何得明净？又心念兔角，兔应生觉，而角不生，故非他生。若共生者，例如前破，但以二心并生，改作二境并生为义。若云无因生者，不应日中忽睹明月。如是四性简则，不得境之深处，则知境亦无生也。是以若心若境，具如幻梦，求其深性而不可得，当体无生。此无生理，今故常然，始终不改。佛不能增，身不能减，但曰种性差别。有三圣人，曰悟入浅深，分时地位耳，别教名实界。诸法自众有故，不从他，呆众缘故非自作，无作用故非共生，有功能故非无因，则显不思议缘起正理，皆以真如为迷雾依藏时为持种一，以先知有真如藏时，而用四性推简入无生门，故谓别教功夫也。原教名实界诸法，非法性生，故非自生，非无名生，故非他生，非法性无名何生，故非共生，非离法性无名别有诸法，故非无因而生。随依依法体及法界，当体无生，无生而生，三千宛然，生即无生，三千无性，非生非，无生，唯一实相，实相非生，生亦实相，实相非无生，无生亦实相，法住法位，世间相常，因缘集中，双照空假，此事原教出无生门，一门一切门。阿字集聚四十二字功德，于字亦然。故谓圆妙无功夫之功夫，
戒苦无苦而有真谛。三戒果报，名为三苦，解之则皆如空华，无逼镜像，但是真空法性而已。真谛即在虚，望苦谛之上，如空处即在华处，无二处也。于此真谛假立四名，四病即真，真非事外，乃是通教所全之理。今人谈玄说妙，迥超勤见，臂力万仞，总皆不能出此。伏习润身，别圆二教正中道理，则以中道法身为应化本。譬如月印万川不虚或夜受身也。藏教说，或是时有故，菩萨不可断惑，断则不能三僧只受身行道矣。通教说，或是患有故，菩萨体患而断正始，正始即断，摄欲涅槃，即便能入，但有本愿力故，不取涅槃以神通力。夫起三界思或于习资于故业种子而得受身，所谓思或于习者，非贪似贪，非慢似慢，非痴似痴等事也。行则五行差别，戒定慧三，名为圣行，实住入空行也。慈悲喜舍，名为梵行，十行十相入假行也。一理成行，名为天行，出的以上中道恒也，从天行体起化他用，是同小善，名因而行，即慈用也，是同烦恼，名为病行，即悲用也。藏通二教，但有圣行及少分梵行耳。今有五行故不同前，原教则一行一切行，今有次第故不同后，一因迥出不及二边，正因佛性即指中道理体，非是生死，亦非涅槃。藏通二教之所不全，又复不具愿了。二因故不同缘，一果不容诸位差别，妙觉即果，方正法身，不云出发心时变成正觉也。不思一生灭十二因缘，知末无名未分断生因，已如藏教中士，根本无名者，不了心外无法，厌苦断集，正也。修道即是迷于中道真实义谛，发起界外偏真无漏行也。由此引申方便变异生死十种，复愿界外无漏正受，而其涅槃法爱深深取者，润彼变异十种，令身有涯，招感方便不思议变异生死，又不了心外无法，呵气真空，别修万行，亦是迷于中道真实义谛，发起界外入假神通行也。由此引申十报变异生死十种，
复愿界外圣妙境界，而起身通法爱，深深取者，润彼变一十种，令身有牙招感时报，不思议变一生死，直至佛果，则十二品无明尽灭，方得二死永亡，显中二谛。数通教之二谛以为俗谛，则十界皆为俗也，以不有不空为真，则中道为十界迷雾所依，乃为真也。名言中道为真，故称显中。缘入别二谛，当教以真谛显中，中但不有不空法性而已。今明法性具一切法，一切法皆去不有不空，则不有不空之外，更无一法可得，是十界之俗，有属别异，不有不空之真，以成缘一也。别三谛，显中二谛，则何有之与空为俗，不有不空为真，今分此俗谛为二，未有即是俗，空即是真，取真谛之不有不空名为中谛，则二谛三谛，但有开合之殊，亦无增减。缘入别三谛，有即是俗，空即是真，不改别意，不空不有名为中谛，中谛具一切法，则为缘中矣。缘建立众生，藏空别教，虽亦各论四悉谈义，而收集未普，今缘教人穷心信缘，彻法界理，自行即缘，故四义义普，所谓为实施权，开权显实，权实不二，用与事宜，如一语所论，大地普恰也。不思议二地，三千性相皆名为俗，一一无非实相，故名为真。三千之外无实相，则即俗恒真，是造即理具也。实相之外无三千，则即真恒俗，理具即是造也。故云理具是造两众三千，同居一念，亦可云同居一尘，同居一名，如一念，一切诸念亦然，如一尘，一切诸尘亦然，如一名，一切诸名亦然，真俗不二，真俗宛然。圆正三德涅盘，法身得明性净涅盘，般若得明圆净涅盘，解突破得明方便涅盘，唯是一心，更不纵横并别，故名圆正藏通二教。不知法身，但有修的深空般若，仅能尽于见思，未得一切解脱。别教为法身本有，般若修成解脱时满，则先后立别，不明圆正，实胜观法。第一观不思议境者，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法众生法，一一皆不思议，皆得为所观。仅但出击之人，则为佛法太高，身法太广，故但就现在自己应戒入法以为所观。又舍戒入，但观于因；又舍前四因，但观十因；又七八二十为系难观。前五根实现起时少，故但以现前一念第六意识为所观境，境而复要也。现前意识不起则已，起则于时界中，必落一界；若落一界，必具百界千如。以此随落一界之心，非是心之少分，必是心之全体。心外更无百界千如故也。若顿了此现前一念，全具百界千如三千性相，无自性，无他性，无共性，无无因性，无性亦无性，则能顿证三德密藏，则未出发心，时变成正觉，则是定慧平等庄严，则已遍破三惑，则已了知一切诸法中皆有安乐性，则已具足圆妙道品，则已到于是理彼岸，则未根于菩萨正位，则未有超十魔八魔，则以心心留住萨婆若海，是为上上根人之于一法具足十法成也。若虽观心未能顿入，应念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云何诸佛已悟？我及众生犹至迷情，犹是缘无作四谛，因重发起四弘誓愿，因发心故，一发一切发，登发心住，则是定慧平等庄严，遍破三惑，知一切法皆安乐性，具圆妙道品道是理彼岸，登菩萨正位，超拔魔十魔，心心流入萨婆若海，知一切法本不思议，是为上中根人于第二真正发菩提心，具足十法成也。若虽发心，心仍散动，未能登位，应念心体本来寂照，善巧调适，或以极寂之照令不沉默，或以极照之寂令不浮散，浮沉并除心体明净，则能遍破三惑，正安乐性，具圆道品，道是彼岸，登菩萨位，超越魔境，入萨婆若，知一切法本不思议，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是为上下根人，于第三善巧安心止观，具足十法成也。若虽以止观安心，心仍未安，未得即正寂照本体，必于所观一念三千之境犹存一解，
谓之当下即空。假中应以四性而简则之，其根立者，知观一念三千无自身性，即当悟入无生。无生则无不生，三谛圆显，十圣具足。若根钝者，破自则必济他，破他则必济共，破共必济无因，辗转破尽，方悟无生，具足十圣。若犹未悟，必当度入相续驾中，应观此一念三千，为前念不灭后念续耶？为前念灭后念续耶？为前念亦灭亦不灭后念续耶？为前念非灭非不灭后念续耶？若人不悟，必当度入相待假中，应观此一念三千，未呆有念而立耶？未呆无念而立耶？未呆亦有念亦无念而立耶？未呆非有念非无念而立耶？如此辗转简则，若能悟入无生无不生者，则知一切诸法中悉有安乐性，具圆道品。道是彼岸，登菩萨位，超越魔境，入萨婆若，知一切法本不思议，变成正觉，定慧庄严，是谓中上根人。于第四破法变，具足十法尘也。若虽曰因尘相续呆变破诸惑，人未入者，应思一切诸法中悉有安乐性，但除其病，不除其法。如今克去魔养诸，如影降去恶存鼻，那得一向破法，则破却成塞，今须善时通塞。若塞须破，若通须护。如圣王伦宝，能破能安，由此时通塞故，即塞成通，烦恼即菩提，菩提通达无复烦恼，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灭，无复生死，则能具足圆妙道品。道是彼岸，登菩萨位，超越魔境，入萨婆若，知一切法本不思议，变成正觉，定慧庄严，变破三惑，是谓中中根人。于第五十通塞，具足十法尘也。若虽十通塞，仍未能及塞成通，应观现前一念三千性相不可思议，即是缘心念处一心念处，一切心念处正情策发，缘如意定而生五根，令其增长而成五力，调停七觉，去八正道，开缘三解脱门而入密藏，则未到于世，立彼岸，登菩萨位，超越魔境，入萨婆若，知一切法本不思议，变成正觉，
定慧庄严，遍破三惑，证得诸法皆安乐性，是谓中下根人。于第六调士道品，具足十法成也。若虽调练无作道品，而观慧力弱，盖障偏起，不能入位，必有无始事障未除，应审观查合障偏重数数现起，兼以事行而对治之，理观为主，事行为主，正住合行，不习身命，是当克正中服懈习，由是理二治，能断无始事理二幻障故，豁然正入，未相分明，则未永超魔网，入萨婆若，知一切法本不思议，变成正觉，定慧庄严，变破三惑，正安乐性，具足圆妙道品，是谓下上根人。于第七对治住开，具足十法成也。然对治住开之时，纵令顿根，必皆有益。倘不知次位，岂增上慢，以烦滥甚，招祸不轻。故须身自检查，未就近耶？未分正耶？未相似耶？意意仅仅小清安耶？既知未次，不起上慢，必有强软诸魔恼乱真凶，须加安忍不动不退，测尽五品而皆实性，既皆实性，六根清净，得顺道法，一生法爱，须离法爱而入纷争，入纷争以分得大理、大誓愿、大庄严、大智短、大辩知、大道、大用、大权识、大利益、大无助，是谓下根人。具修十法而成大乘，甚是大乘，游于四方，直至道场，自运功毕，运他不休，故此时甚妙观。犬性起修，犬修显性，非横非竖，横竖该彻也。复三词体相，生缘词有六种差别。一凡夫修生缘词，成犯王符，以爱为体；二外道修生缘词，取犯天祸，以见为体；三藏教二圣修生缘词，对治田会，做父母亲属想，以是地位体。菩萨修身缘词，广行嫉妒，亦以是地位体。然皆不起我人等职，依稀空观的臣，四通教，三圣修身缘词，皆了深空，一体空观的臣，原六凡境亦得以是地位体。五别教次第先修身缘词，亦以是地位体，不起我人等妄执，亦是一息体二空观成，
实性息空，实住体空。六缘教义心中修身缘慈，知识法界即空假中，缘此即空假中之实界有情，一一皆作父母等相，故以妙有未门的论六极法缘慈有四种差别，一藏教二圣乐生空故，观诸众生为是四大五欲，不生甜恼，随力嫉妒，以生空观未体。菩萨虽未证空，亦得修空。二通教三圣乐生本空，法亦如幻。二圣随力嫉妒，菩萨弘誓遍周，同以空观未体。三别教次第修法缘慈，知空而不住空，悟缘生法，广度九界，以从空入假观未体。四缘教一心中修法缘慈，知十界缘生之法即空假中，缘此即空假中之十界法之其无性，故以妙无畏门的论六极。无缘此有二种差别，一别教时回向，不愿十界假名之众生，不愿十界五蕴之法相，为缘中道佛性，故名无缘，以相似中道未体。若登出得后，则与缘慈同。二缘人出，心集了三千诸法，一一当体集中，中道之外，更无别法，能所顿觉。与拔难思的论六极，故有观情无缘慈，乃至究竟无缘慈意，至一慈体而论三慈，故三慈皆妙，三慈皆论六极。如慈心三昧，有此种种差别，悲喜舍亦如是。但曰与乐名慈，拔苦名悲，见他得乐，心生是悦明喜，愿清贫等异乡，心无系住名舍也。教观是一中，弟子等福愿，十方三宝常住世间，利益有情，同源种智，集资功德，养其各个父母现增福寿，速的一心觉身极乐，广度众生，普愿过去父母，历劫愿亲，同盟拔济，稽首皈依。诸佛菩萨悲悯听许。